你们这里我们晚上来的太晚了，来了找想找旅馆，这个路好像没人，吓死人了。越开越顺的话，越开越毛。后来我们那个六公里那个大隧道，黑摸摸的哈。对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到福建这边还有点亮，江西那一节更黑。我们走这个小路。这个公路在高速上一开一毛，怎么一条公路就我一辆车？我一盏灯都没有，吓死人！我们还以为开到深山老林去了呢。然后张飞那个大斧头就横到路中间。